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那么希望大家要注意，不要生病或是感冒。那因为在修学佛法，你要生病感冒或是有重病，那么在凡夫份上对于这个色身是相当的执着，所以你会很难去用功，很难提得起精神来。那么与其无法用功，不如你自己要好好的照顾一下，该穿衣服要多穿这个衣服要多穿那自己就要注意，不要想说我万缘放下这个一切不关心，那天气冷你要穿短袖或是不保暖的衣服，这个不是一种放下的行为，这是另外一种执着的表现。你执着一定不怕冷才叫做有道，这个也不算是修道。很多人听经学佛，他认为生病不要看医生就是对身体放下。其实我们学佛，尤其是学大乘一定要随缘。什么叫随缘呢？随缘才能消业。你生病吃药看医生就是消业，就是把你的业障给消掉了。所以不要去分别说我一定不看医生，或是一定不怕冷，一定不怕热，这叫修道，这是外道。外道呢很喜欢这样子劳役自己的身心，这个佛在经典上呵斥为无益的苦行。佛法是教你明心见性，知道你有不生不灭的真心，这叫道。那也不可以在这个上面做见解立知见，一立了一做了，你把这个见解当作是你自己了，那就是头上安头。头上安头就是多此一举所以呢这学佛你要知道要怎么修行我看有些同修他很精进很用功可是呢生病了他就逞强不看医生，以为这样子一种放下，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只有外道像那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印度的外道他就很喜欢这样子来修行他说这个人生的苦受完了来生就会受乐了这个所以呢他让自己的身感觉到非常的痛苦为什么把业给消掉他不知道这业从心生这个一切与自性都息息相关你的心在起心动念就在造业，就是迷失自性一迷失那就有苦有乐都在苦乐对待里面，所以呢这个不是修道所以不要学佛学成了外道那你要像外道你也学得不像人家可以这个冬天跳到这个冰水里面在里面打坐在里面呢不要呼吸那现代的人没有办法做到这是他们外道的苦行呢晚上呢睡的床不像你们睡的是弹簧床有的还睡得更好他睡的是钉床那床上是铁钉的这样子来修行那么这些修行呢总是让身心疲惫让这个
身啊啊受到伤害啊，那么没有办法尽兴啊。所以像今天啊是腊月初八啊的农历的啊腊月初八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就是知道了这个道啊，雪山六年苦行无益啊，要往心境上找，要往自性上求。不要向仙外求，不是把这个身给灭掉了，这样就会修道了。那虚空神、风神没有身，他们应该就成佛了。可是他们没有，还是鬼神。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日子就是要告诉我，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成道，不是在这色身上打转。所以有一些同修一定要注意，不要想说我生病不吃药不看医生这样叫做修行，不是的。我看还有的故意虐待自己，说这样子执着可以放下。那你放下了这个执着，你另外一边又起执着。所谓这个永嘉大师讲的叫做环如壁溺而投火，你虽然没有溺水了，但是呢你掉到火坑里面去了一样的意思，通通都是落在这个有见里面，落在有无两边里面这个呢不能成就那么今天是腊月初八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那么用这个比喻就是用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故事来供养大众他给我们做的示现做的这个表法让我们要能够清楚绝对不是在这个身体上打转说我能打坐能坐多久，那个石头放在那里几节都不会动不要说你能坐多久心不起心不动念那个是石头那自信呢是活泼的是灵知的，是彻照一切的不是死的你死在那里就是古德讲的死水不长龙死水不长龙就是什么，你的这个心如果死寂一片的话那就没有变化这龙是变化就没有运作了那你就跟土木金石没什么两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念佛它是这个空有双形空有双照它是活泼的是止观双运的不会死在佛号上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是没有烦恼的这是空这是止那佛号呢历历分明心呢灵灵不昧字字清楚这叫观所以不会说念佛念到有这个禅病的出现不会的所以念佛确实是稳当的方式那么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